大家好，我是小爽，就是俺爹给拽了这钱，还有我这手机里边拽了钱，我给请问说一声，请问给这个周邦哲忙了，答案的心意都领了，但是啊，这钱儿肯定是不能用，看请问要是能用住的话，都进一下的；如果用不住的话，都赶紧还给俺爹，这就是俺爹20年的积蓄，这是俺弟弟娶媳妇的一个钱儿，虽然说一张银行卡，但是里边真是二十年的心血。走，来请问给这儿。这真是一辈子的积蓄，不能说20年。请问，哎，你给弄完了呗？我这飞机，不拿走了。看西边的飞机好看不？好看，真好看。给这老人养的小狗，养两条狗是呗？狗忘了打好了。给，银行卡。咋了？给俺爹给拽里边的钱。这个里边有56万，然后微信里边还有4万，一共加起来是60万。你要是用，你得用的，好家伙，60万，这家底也不拿出来了。对，你说你给你奶还不让俺爹开视频了不是？然后俺爹打电话说，你儿能别走呢，然后先拿钱花，把恁这个进的这一家赶紧过去。我说俺爹，我说你万一俺走不好了，赔了大账。对，我把腿给我吓折了，这个钱我不能拿，要60万，俺奶要给我个十万。你给俺爹打电话不？到时候，我给他，他不要，我说我不接。俺爹直接拽卡里边了，我说我不接。俺爹你要给我打电话，要红包必须得收了，我要红包不收，一个家门别进了。我天，好叫真严重了，出来。可不是，他虽然说接迟到是万家话，俺爹的意思你都接了。你接了，哎，我心里边都踏实了。要不恁俩现在真进了，进不了货呀，还得要是钱儿，你这个钱儿用借家又不让恁用，接着咋呀你？我天，哎呀。你要是这个10万8万了，我别了，60万我不能接，太多。你那吧，那要是你的意思了，我的意思也不能，也不能用。这个钱真是俺弟弟结婚的钱。哎呀，这钱不要进家门儿，你交了吧。我用了，我得拿回来。不能用。你要是你看啊，这双十一得差不多了，我数了，反正也没用住，我数了有10多万了。我当时你不是非得给你弟买车啊？我都怕当时要是再进货，数了钱不够了，我留得预备钱儿了。现在这双十一快，妈已经过去了，已经接近尾声了，已经过去了。我数了钱没用住，再数了有2天了，用不住。都在我在手里用着了，我不能拿他这个真的钱儿嘞。万一在这陪老伙儿咋了？我跟你说，他结婚人要耽误他这个事儿了，该咋整？我跟你说，我说爹让俺陪老大整了，没事儿，陪老大再继续干，那好好努力的就行。我手里个钱，我那时候打电话差点没把我给拿了。俺爹没说，手心手背都是肉。那弟弟进的时候，恁帮俺弟弟；恁进的时候，俺帮恁，是不是？哎呀，我那。好好姐带一带娘也没法儿。我想到那儿，生怕的这也都收去了。没事，你好好干。不是，你要不这样了，这钱儿再肯定不能用。因为太多了，到他要突然想再买房了，突然想结婚了，再换屋，拿不上了，他事给耽误了。但是这钱儿不能动了。他要觉得这不用钱儿了不对劲儿，再给他手里拿两撮，然后再给他，都说10万。我直接给他转过一下，我来转过了，别让他知道。我怕他钱不对劲。我转过一遍，知道。行，我整实了，这不双十一过去了，然后这钱儿汇的差不多了。因为我家收了钱儿也没动住，我今天一会儿了把双儿叫过来，看咱喜欢哪个车，咱就给他买光。你把你到一家参观参观。小孩儿。一两天把他叫过来给他参观参观。这双十一过去之后，我想着我都放心上了吧。要不然你不知道有多大，行行，该你了。看我给你弄点什么来。嘿嘿，这都好。弄点啥去？给你个家当，你也给他里边看个炕，接着搁这住。还没收拾好了，等光条收拾好了还好给。行吗？嗯。我要给这个留下，我感觉挺好的。行，你到时候你弄吧，你到时候把条给他呀哈。啊，我也给他找过去。再不用那条。你要是有5万8万的在家试试就可以。患难见人情嘛。真是你知道吧，身边的行为再重要的人，再重要的人好像真是当你需要的时候给你一步的时候那。
那是你真在他心里边了。我信任你的钱，到时候了谁能还我呀？对，到现在你借出去钱，他们看到你这真紧张的时候都没有说还你。你借出去钱了？以后咱俩谁谁给咱俩借钱？不借了。不借了，因为在你真正用着的时候，谁也给不了。以后找你借钱人，你不能借；找我借钱人，他也不能借。拉钩，加油吧，咱俩。对对对，那个或者过明把恁弟弟叫过来，再再开个他喜欢啥吃，行，好，我问他。